所以各位想想看哦，这个产业其实呢，它是人家都认为是传统产业，但是传统产业确实可以走出很多新生命出来。有一位企业家说过，说人不会苦一辈子的，但总是会苦一阵子的。但有些人怕苦一阵子，结果就苦了一辈子。公视演讲厅创新与创业论坛全国巡回演讲一下集产学论坛。